后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供奉三宝，作为一个佛弟子，当然之事啊，供奉和布施在于真诚、清净心，多少随缘，随个人的情况而作，在于理于行，有些道场是否供奉了？”啊，不高兴如何做？你这个后头的两句话了不太清楚啊，说有些道场会否少供奉了不高兴？哦，这个意思我明白了，就是供养少了他就不高兴。那就不要去好了嘛，啊，那你要去嘛，你就多供养嘛，啊，少供养他不高兴呢，那你这个你的钱少了，你就最好不要去，啊，所以刚才说了，这个是不如法的，啊，决定的没有分别心，啊，这是在确实是在于真诚，啊。这个《了凡四训》里面，他也有个故事说这桩事情，啊，真诚心供养再少，功德是真实的，啊，满分的功德；如果不真诚，供养再多，啊，他所得的福啊是不圆满的。